现在在这么美的环境，你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要吃吗？在这么美的环境底下吃，太爽了！来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凉风习习，没有习习，因为现在只有五度。吃一个，很臭，冷了。真的是五星级的享受，让你觉得这一路好。不要小心再走，我就看那个石头。啊，要不看下面。要不就走。对。现在你们看了我的沿途的风景和后面的雪山。你们已经觉得诗情画意好像很浪漫很幸福，可是你看一下那个后面的路，就是刚才我们从上面冒着危险慢慢走下来，现在我们还要这样走下去，不懂得下去，真的很不稳定，我已经跌倒过差不多十几次。好的，小姐，你在休息，可以撑下去吗？那我的 office 好开心。你不是说你要欣赏风景咯？哈，你欣赏就够了，三个小时。代价太大了。你跌倒了几次？我差点跌倒很多次。我已经正式的跌倒了十几次。有点痛苦。我鼻涕一直流，现在有一点点感觉，说是到底走这条路。比较好走，比较安全，还是走这条路比较好走，比较安全。其实是做了心理准备，两条路现在都是一样的跌倒。所以你看，看到没有？你现在在补看，是完全看不到尽头。